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与新北市11家有线电视业者及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共同赞助支持的美丽台湾 3D 电影巡回播放列车开进北海岸，来到三芝区新华国小，带领孩子们看见家乡台湾的山水美景，以及百工匠职人的人文魅力。这些哥哥姐姐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呢，才把这个台湾的影片呢记录下来，所以呢非常的不容易，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用心的来看观看这个影片，好不好？新华国小感谢红树林有线电视等11家有线电视业者，将美丽台湾 3D 电影的巡回播放列车开进新华国小，让孩子们可以透过影像看见台湾的美，认识即将失传的百工匠人技艺。也感谢导演与团队花费了10年的时间记录下台湾各地的美好，才让学生有机会可以感受美丽台湾 3D 影像所要传递的感动。这些大哥大姐姐集合了10年，很用心去拍摄台湾很多的美景，然后台湾很多的工艺大师所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希望能分享给小朋友。看到蝴蝶，把它抓起来，好不好？好。看到大海的鱼跑过来，把它抓起来，好不好？好。这都是 3D 电影里面才有的哈。今天红旗叔叔很开心哈，先代表我们新北市政府，好。新闻局，我们侯友宜市长哈，他对我们很关心，所以呢，侯市长呢跟着我们红树林有线电视、大东哥哥呢一起呢来出这个钱，来请啊我们曲全力导演好的团队能够来到我们这边，让大家来分享我们市区的资源，分享到我们市政府跟我们有线电视对大家的关心。由新闻局以及红树林有线电视等11家新北市的有线电视业者一起支持美丽台湾 3D 电影在新北市偏乡或是偏远的国小进行巡回播放，透过影片的播放要让孩子们看到台湾的美。而新华国小虽然位处偏乡，不过位处于阳明山脚下，还可以远眺大海的学习环境，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疗愈身心。这次透过 3D 的影像要让孩子们认识影像记录下的台湾美好，借此也挖掘更多的乡土与人情味。记者平涵三支采访报道。